大家好，本期给大家分享两种对接结。首先看第一种渔民常用的对接结。我们把绿色做的绳子像黄色的绳子缠绕两圈，做个双结。绕完两圈后，把绳头再塞进去，做好双结，整理好。然后开始做另外一边，同样的做法。黄色的绳子像绿色的绳子缠绕两圈，缠绕好后把绳头塞进，整理好。此时两边对接双结都完成，我们把它收紧看效果。收紧后结实美观，非常牢靠实用的对接结。下面我们看第二种，我们将两个绳头交叉，然后左边缠绕一下，右边也同样缠绕一下。然后将黄色的绳头放在下方，绿色绳头放上面，把绿色的绳头从下往上穿过，这样形成一个单结。整理后收紧，越拉越紧，非常牢固。你学会了吗？感谢关注。